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听书，我是主讲人册子，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以便大家可以在第一时间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听书资讯，丰富内心，增长智慧。每日听书，万籁有声。如果需要购买这本书，请点击视频下方的购买此书链接。在这里特别鸣谢美国知名钻石珠宝品牌 Mason New York 对本视频的大力赞助。每件 Mason New York 钻石首饰都是工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精心挑选的钻石以匠心独运的设计技巧镶嵌，捕捉每一次光线的折射，为您的每一个动作增添无尽光芒。无论是在优雅的晚宴、重要的商务会议，还是在随意的周末午后，Mason New York 钻石都是您不可或缺的时尚伙伴。它不仅仅是一件首饰，更是一个故事，一个关于品味、激情与追求的故事。不要错过为您自己或您爱的人选择一件独特的钻石首饰的机会，让它见证您生活中的每一个璀璨瞬间。立即点击视频评论栏中的链接，现在下单即可享受减免70%和赠送钻石项链礼品的独家折扣，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今天给大家解读的这本书是《金花的秘密》。《金花的秘密》是一部能够让人心灵震撼的小说，它以细腻的表达方式描述了主人公金花在复杂的家庭和社会背景当中的成长故事。通过金花的眼睛，我们不仅见证了一个女性在传统与现代冲突当中的挣扎和自我寻找，还深刻体验了人性当中的善与恶，以及爱与牺牲。书中，金花是一个生长在贫困农村的女孩，从小面临着重男轻女的观念以及家庭压力，然而她内心的坚韧以及对知识的渴望，使她不断地追求自己的梦想。作者通过金花的故事，展示了许多女性在社会与家庭压力当中依然能够保持独立的自主精神的真实写照。它激励着每一个在困境中奋斗的人。金花的成长之路不是孤单的，书中的其他角色，比如说她的家人、朋友和恋人，都以各自的方式影响着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些人物的复杂性让整个故事层次丰富，情感真挚，使读者能够感受到每一个决定的背后的情感纠葛和道德考量。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对金花以及她母亲之间的关系的描写，这种复杂的关系的深刻以及传统的束缚，也有着母爱的伟大。母女两个人在故事当中的互动，展示了家庭内部的力量如何塑造个人的命运，同时也反映了代际之间的冲突和理解。此外，《金花的秘密》也探讨了爱情的多重面貌。金花的爱情旅程充满了甜蜜与苦涩，她在追求个人幸福的同时，也面临着社会预期以及个人责任的挑战。这些情感的交织让读者深刻地感受到，在追求爱与被爱的道路上，每一个人都可能经历痛苦，经历抉择。读完《金花的秘密》之后，我深受启发，更加理解作为一个个体，在社会与家庭压力之下如何坚持自我，如何在不完美的世界当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完整。这一本书不仅仅是对金花的故事的描写，也是所有在生活当中寻求意义与价值的人的故事。总之，如果你是在寻找一部深刻描绘人性与成长的小说，金花的故事绝对值得一读。它不仅提供了丰富的情节和深刻的人物刻画，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关于如何面对生活挑战的深刻洞见。丰富内心，增长智慧，每日听书，万籁有声。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有带给你一点价值的话，希望你能够点赞并无私地分享给你身边的人，让他们也能够跟你一起成长。如果需要购买这本书，
请点击视频下方的购买此书链接。好的，朋友们，本期听书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